都没有哭。今天，你今天都还没尿尿呢。进来，给他。快坐下去，哎。九九又不想出来了，有又拦来。哦，大大送哦，哦，今天下了一场雨，现在的天空非常的干净，很舒服。来，哎呦，多多，你要保球，那都保冰冷呢。去吧。哇，这画面真的漂亮。哎呀，林俊大，去滚得脏吧。每天啊，就是下午最期待就是大大跟多多，多多玩球，大大滚滚滚。然后呢，等一下这一通结束呢，等一下还要拉我们老爷出来。我们老爷今天中午也没有出来尿尿，困归刚哎啊！我妈刚还在那边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有看一下他有没有呼吸？”结果他在打呼。啊，这种天气呢，是下了雨以后凉凉的，很舒服啦。安娜，要去尿尿去呀？去呀、啊！去尿尿，天气超好哦，就是有下雨，真的感觉有差。就是前几天呢，真的热得要命。我今天下午呢，中午带他们出来这边去前面那个地方，想说呢，下个小雨没有关系啊、哦，就出来游那个散步一下。结果突然间暴雨，回家变成落汤鸡。哎、欸，小哥，去吧。体力无限啊，够羡慕哎！像我这老人哦，行两步，脚在咧喘啊！来，球来，球球给我，快点！来，马呆，马呆来！哇，大大这样好可爱哦！马呆，马呆，马迪啊！哇，超可爱！大大，你真正嘛是颜值的呢哦！你也是靠颜值的呢。我妹说呢，大大之前身体不是烫伤了，她说呢，好险大大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送啦，说好险不是淋到脸，因为大大就是看他那靠他那一组笨脸在薄板面。大大其实也是蛮有颜值的哦，长得算肥软肥软，蛮可爱的。但是呢，他以前年轻的时候，瘦的时候呢，脸比较帅一点。他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已经野猪化了。哦，龟仙姑呢，他已经变成一个圆了，用一个圆规就可以画出一只大大了哦。来，去，阿戴来，阿戴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多多还比较好猜哦，你知道他要玩球哦，他有他自己的那个目标。这尊完全没有，有的时候你带他出来散步，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，他就是自己走自己的，然后呢也漫无目的，也没有说一定特别要玩球，他也没有说要干嘛，然后他现在就在那边走。真的很多时候呢，养狗就这样子，尤其是养在我们乡下呢，可以让他们自由奔跑，在草地上奔跑的时候，你就这样静静的看着他，会有一种莫名的疗愈感。哦，就是现在公公，公公，嗯，有公公，我跟你讲，姐姐要回来了，姐姐后天就要回来了，耶耶！啊，八月一号了，我们日本的妹妹跟屁桃他们就会回来了，耶、yeah, ！大大，你又可以有摇尾巴的理由了啊！大大追狗腿了，就是每次我们只要出门啊，或者是以前从外地回来，或者是出国回来呢，哦。多多倒还好，但是呢，大大就是那种非常谄媚哦，就是尾巴会摇到那种几乎就是一个电动马达这样，蜂鸟式的摇法呢。啊，多多呢，最近哦，就是这一两年呢，从七八岁开始，也开始学会撒娇了哦，这也是一件蛮好的事情，因为以前小时候多多呢，他比较独立自主，哦，然后小时候又曾经在独自搬去花莲，跟我花莲的妹妹住了一年多，所以多多比较没有那么依赖人。那大大呢？大大很依赖人哦。他跟他第一非常黏九九，因为大大从小到大没有跟他爸爸分开，除非住院，好、哦、不然呢没有跟他爸爸分开过一天。然后再来就是大大很黏人，
他从以前到现在呢，就是跟我妈、我们家人呢，大家都是黏在一起，所以呢，大家对于人跟对于九九的依赖非常的重。那多多还好，多多是这一两年开始呢，比较有黏人的倾向，不然的话，他前几年呢，他前六年吧，基本上呢都是非常独立的一个小朋友，啊、哦，那没对，所以其实每一只狗呢跟人一样啊，都有不同的个性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他们是一眨眼也八岁了，也算是一个中年的身份了哦。有一些个性还是会改变，但是呢，大大就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动物之一。哎呦，这就是公狸公狼狼狗，就是呢，我养了它八年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它在想什么，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。哎呦，多多，你超级花脸嘞！啊，那差不多，这边结束呢。等一下要带我们九九出来散步了。哦，九九今天都没尿尿，走啦，大大走。九九今天都没出来尿尿，等一下还是要带他出来散步一下。啊，九九散步完呢，就换带我儿子出来散步。啊，今天天气那么好呢，还是出来走一走啦。哦，今天是假日，啊，在这边呢，先祝大家周末愉快。我们回来换九九吧。走啦，大大行，耶！来，九九换你了。今天晚上睡啊，你还睡几天啊？睡几天嘞？嗯。哈哈哈！你来看冰岛行的，有洋葱他就要洋葱爆了。哦，规尊的啦，加舒烫的。你很懒呢，你啊，好啊，尿尿。好了，换我们的九老爷了。困几天的，你看一下车就是一大泡尿。他最近呢都是一直在睡觉，然后呢有的时候连喝水都懒得爬起来，所以我妈都要他就是叫两声，我妈就会帮他把水啊，就是特别弄一碗水在他头旁边，让他可以这样喝。但是他喝了很多水了，现在又活动力又变差，所以都很懒得出来尿尿，就很怕他膀胱会爆炸。阿九欸，啊你是去走一走啦，啊，哎，真的感觉有一点老人痴呆了哦。你没有尿尿啊，你有尿尿啦，啊，去走一下，快点。嗯，年纪大了就这样子啊，行动比较迟缓。佳佳，姐姐要回来了呢。啊，苹果要回来了哦，很棒对不对？嗯，英弟弟也要回来了呢。嗯，你尿完了哦，要回家了吗？啊，完成你每天最期待的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吃晚餐。来啦，还有车，哎呦，狗狗啦，狗狗朋友啦，走啦。不散步，让我们回家啦！啊，他就这样尿一个尿就好了吗？要不要大个便？不要找地方给我坐下来哦。他如果坐下来，表示他，哎呦，惊死伊耶！哎呦，又在尿尿了。啊，老狗就是这样子啊！哦，啊，不过呢，很庆幸的是，他的精神呢，其他的部分都还算不错，就只是呢。可能行动比较迟缓一点，姐姐，哎呦，好帅呢！你老了还是这么帅呢。嗯，走了，回家了，走，有尿尿就好了，走，走，走吧，阿九哎，走，慢慢走，我们回家了。那今天我们散步呢，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最后让我们用我们九九的帅脸，好做一个 ending， 祝大家周末愉快。拜拜。